昨天因为跟那个香港来的朋友走过来，看到你们在彩排，然后我进来看了一下，我就看不下去，我就觉得，明天真的能演出吗？可是其实我刚刚进来去看，很感动，很棒。幕后的几位同学，就是说那个很这次这样帮我们打灯的那个音响这样设计，其实让整个戏剧的效果又更好。感谢天泽、李涵还有席之帮我们做幕后的工作。谢谢。对啊，其实那个，反正都不是我的母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以前常乱这样乱讲英文，在国外乱讲英文都是我自己的风格的那个英文。对啊，所以这次就很难，就是要把它讲成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是那种情绪的，我觉得是非常困难，对啊，要融入进去不容易。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上课，我们前半学期上文本，我们是有人，我们会每个人都轮到有人朗读，读一遍就是读一段，然后有人当自愿当翻译，有人会当那个，朗读翻译。对，就是用轮的，所以我们其实期初花了三个大周把这个剧本读完，想办法让每个人都可以。知道在讲什么，不过因为里面单字也不少，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在背台词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，所以我们常常在排练过程中会听到一些，怎么会这样发音，或者怎么会这样，就是我们会不断跟他们沟通，那可是后来也没有那么的强，那么去强调，我觉得让他们比较感到自在的去讲，其实蛮重要的。啊，还有吗？想要问一下那个小狐狸，你在跟小王子讲那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不是眼睛看得到的，只有用心就可以看到。是这个意思啊。
你就要跳到下一个节目是音乐演奏。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一下8:20在那个胡子家的楼二楼有音乐，有钢琴，还有吉他的音那个。好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给他们再一个。